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111年7月23日18时左右，地点在凤山区建国路一段大智路桥上，西向东高雄往大寮的慢车道上，一车车头碰撞到二车车尾后，致双方倒地，三车又碰撞到倒地后的一车，而造成本起交通事故。当事人都是手脚受伤，经送医院救治后，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。三方当事人经警方检测都没有酒精反应。警方在此要呼吁所有用路人，一定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，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，以确保行车用路的安全。